一个 Lucy 就已经够可怕的了。好嘛，还有俩。所以啊，你以后要是敢做坏事的话，我就喊姐妹。敲砸了。红红，你在2202吗？还是去了别处呀？妈，我在呢。妈，你不用担心我啊，我不是离家出走，我只是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在努力的独立生活呢。我现在就给你发张照片看。你平安就好。红红，春节回家千万让爸爸来接你，别自己挤春运啊，受罪。如果方便的话，安排我们跟七母见个面。别让他安排吃饭喝茶这些节目啊，他一个开公司的，年底最忙，别为难人家。但是和父母见面这道程序还是要走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安排的。别让他请客啊，第一次见面让别人掏腰包不好。总不能捆他回家啊，看来只能跟那个七木面谈了。我就怕七木这种人一肚子的坏主意，我就怕见到我们俩之前他就把生命煮成熟饭。不敢往这上头想。要不我请长病假，提前退休，我跟着到上海住着去。逼得太紧，弄不好适得其反。记住红红的逆反心理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我们就看着我们家红红被那个秦牧。